时很久远，一颗永流传。相信这一句话呢，所有观众朋友们都听说过。小小一小颗钻石呢，可以高达数十万元。但是你知道吗？台湾也能够开采出钻石。那挑一个最大颗的给我啦。你们这边有哪一颗最大颗？这样子啊。这边是一克拉。一克拉的。哦，一克拉。这是一克拉的钻石。对。好，这是一克拉的钻石，可以挑给你看一下。嗯。这个全部都有挂保证书的啊 ，GIA 打过证，哇，那么漂亮哦！它的颜色是 D 哦，这是 D 的颜色 ，OK，D 已经是最高等级了啦，哈。对 ，D 已经是最高等级。好，太小颗了，太小颗了，太小颗，太小颗。那我们再挑一个两克拉的钻石的，两克拉的钻石，对，这个。刚那个一克拉哦，明显有差距了哈，这个两克拉。一克拉现在的行情价大概是在30万左右，对，一克拉大概30啦。两克拉应该不是乘二，不是乘二，它应该在100万左右，台币100万左右。这一颗要100万，太小颗了，太小颗了。对，再大颗一点，再大颗一点，好吧。那我们现在刚好有一颗，比较大颗一点。哎呦，你小心啊！哇，好大颗哦，这样子已经看到了。哇，这一颗已经闪到这样了，它哦，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六克拉的钻石，这一颗是六克拉的，有没有看到？这颗是六克拉，底下那一颗的话是两克拉，两克拉的钻石，哎呦，卡碎耶！好，那就这一颗了啦。好，那这一颗六克拉的话呢，它有那个吗？鉴定书吗？有。6.19克拉，哈 ，D color 哎 ，D color，VS one 是，哇，这一颗应该价值不菲吧？这颗要价值多少？这颗哦，80万，台币，80万台币，80万台币是，你确定吗？还是美金？它是台币，台币80万台币是。可是这个两克拉的话，就已经要100万了。是这样子的，这一颗是上面你看清楚，上面写的它是培育钻，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哦，这就是那个实验室钻石。对。究竟什么是实验室钻石？它和天然钻石又有什么不同？实验室钻石佩戴起来同样光彩夺目，闪闪发亮。如果没有经过特殊仪器的检测，肉眼是无法分辨两者的差异。它们同样都是碳的化学结构，但是价格呢，仅是天然钻石的十分之一。实验室到底怎么长出钻石？这里就是我们的钻石农场。对。哦，那每一台设备都可以种出相对的一个数量的一个钻石。你看这个农场是居然是种钻石的地方，哎，怎么种出来呢？我们是用科技的方式，跟环保的方式把它种出来。那科技的方面就是像这台设备一样。这里是全台湾最大的钻石矿场。实验室里摆放着数十台的掌晶机，由台湾设计制造，利用 CVD 化学气象沉积法种出钻石，月产能约在4000到5000克拉的毛胚钻。有了优良的生长环境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片金种片。这张摕起来看吧。哎呀，你看嘛。这块哈，你应该是世界上目前最大一片了。哦，来，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啊。现在外面能弄得到大概是这么大，大概1英寸。哎，哦，以后大概可以长成50克拉。哎，哦，大概是这样子。现在1英寸，哦，外上推荐。你快点，你快点。哎，因为我要很小心。你讲安那？哦，这条差不多啊，我这呢。
我几万美金都忘记了啦，我怕忘记多少，也不便宜就对了啦。几万美金啊？对啊，我一想，哦，不，一万啊，大概一万吧。这一片要一万美金？对啊，对啊，哈。啊，再打落去，打落啊，打了一万而已啊，也不会太多少。没有那么容易。我卡这一节哈，没那么容易破。这个呢是最重要的哈，这个呢是金种片，它呢非常非常的薄。像一块玻璃一样，我真的要很小心。然后这个金种片，它的原始的一个元素是什么？这个？也是，它可以从天然钻石把它切下来。对，还是从那个高温高压的钻石把它切下来。我说的是它是金种种子啊，种子。所以我们待会呢就会看到说，它从那个钻石呢会从这个金种片上面长出来，是这样的意思啦。对，越长越高。OK， 好。他是钻石研发博士严自学，是台湾实验室钻石能够量产的关键人物。我们小心翼翼拿在手上的这一片金种片呢，是目前实验室里面最大片的金种片，两英寸大小的正方体，如果顺利长出钻石，可以取得价值约有1500万50克拉的裸钻。为了产出高品质的实验室钻石，每一片金种片都得先经过严格的品质检测。金种片的大小约在0.8公分×0.8公分，未来可以取出约1到2克拉的裸钻。接下来将20片如纸片般薄的金种片呢，整齐地摆放在木盘上，送进长金机当中，等待生长。这个把它关起来，对，它来开始搓真空，把里面那个杂质碳，把那个空气把它搓干净，搓干净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点那个电浆，对，电浆是那个微波，微波就跟那个家里的那个微波炉一样的东西，我们会把它输入一些那个养料啊，这些气管就是那个氢气啊。甲烷啊，这都把它灌到里面去，微波把它点起来以后，你会看到一个火球，就像那个电灯泡里面的火球，对，咻咻啊呢，那个那就开始钻石会开始长了，就会开始沉积。为什么要把那个空气先把它抽走？空气里面有那个氮，对，氮太多哈，那个钻石会变成黑色的哦。所以咱的工哈，咱这是用那款微波嘛。我不是说家里也可以用那个炒菜锅可以长钻石啊。咱那个师傅无，用那师傅，你烧那个炒菜锅，下底拢乌无？乌来电话，加减有酸椒。你氢气更加多的，氧气更加多，伊会来变一款酸椒的锅巴。这几公斤啊，公斤啦，就是安尼。所以家里面煮菜那底下那个黑黑那个，对啊，那个其实是同样的原理啊，一样的东西啊。你有人真的是这样长哦，有人是用那个用这样用烧的里面放铁，可是啊，那氢气加多一点，就会把那个锅巴黑黑的把它烧掉，变成钻石。有人真的是这样做，这个再好一点，就是因为它。在真空里面把那个杂质都抽掉，对，它又用那个单晶片，对，所以长出来的东西会变成单晶，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它等于是说把那个空气当中的氢全部都把它抽掉以后，它其实会变成是干净，对，干净的，干净的。然后呢，你们再注入气体，是不是？对，是不是像家里的大石啊？对，在这个大石里面，我们要放那个氢气、氧气，让它把那个木炭东西把它烧得快一点，烧完钻石比较硬嘛，烧得比较慢，所以钻石沉积下来，所以等于是说让它的碳。对，不好的碳把它清掉，清掉，然后剩那个干净的钻石在那个沉积在上面，它就会慢慢的跌下来，这样子，慢慢的下来。OK， 现在可以看到吗？进六块。我看到。我那电灯泡安尼小心。为什么？它是紫色的光啊。紫色眼镜啊，有氢气。这里看安尼紫色还有无？安尼进就开始安尼，就像咱的瓦斯有无？我火你家开开，进火开始烧啊。对哦。开始烧啊！看咱个顶啊吼，加甲烷类，加甲石类，你会看咧，弯变咧弯，
绿色的，哎，啊，你看另外一块，哎，选就变成红公公，哎，是这样。大自然万年经过高压才能够生成钻石，实验室如何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呢？我们先带您来了解世界上最硬的材料——钻石。钻石是由碳元素所组成，是独特的立方晶体结构。碳原子以四面体的方式架构起来，每个碳原子都与另外四个碳原子相接，排列整齐。现在在掌晶机腔体当中呢，正在进行碳原子的堆叠，利用 CBD 化学气相沉积法，将氢气和甲烷结合，并解离出碳，让它沉积到晶种片当中，一层一层堆积，长出钻石。究竟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长出钻石呢？业者说，这是商业机密，也关系到了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有所保密。这该回家吗？还会掉，还会掉啊？还好了，还好，哎，要取出来了。哦，有哎，它真的有光芒哎。阿娘，你不要要看得到吗？哦，还要为什么把它盖起来？它不然那个会跳了。瞬间温度 ，OK， 所以先让它稍微降温一下，这样。我这样提来看了哈，咱试看卖，安尼看可能会清楚无？还赶快出来！哎呦，哎呦，不是，我很怕它掉下去，我等一下要赔不完啊！哦，我一下给它修改哦，它整个可能做平板可以修哦。哎，那个也修，阿哥也修，哎，这个哦，哎，哦，所以你要看起来，伊这安尼看起来个哦，个哦，你啊哈，阿边个哦，啊，伊这刚看会着讲伊是不是第一会过安尼看袂快？哎，咱看你要清了，你咱看都定呀。哦，它的透明跟那个。哎啊，我现在才发现说它后面这边的它是全部黑的。好，这上面看到的这一颗一颗呢，全部都是钻石。这些钻石呢，全部都是实验室钻石，从实验室里面种出来的。然后总共呢，种出了多少颗啊？快20颗，吓死人！啊，这个等级大概是就 DF 等级的。好，我们等一下把后面那个黑的把它处理掉，你可以看到跟那个什么冰块一样透明。啊，好，就是跟那个看起来都红色的。啊，好，那教授这个。如果一颗的话，市面上的价值，普通一枚哦，大概一颗大概1000块美金左右，现在的那个市场价大概是这样。嗯，这个可以做到几颗啦？这个一颗的话，在一粒大概呢1到2克拉的成品，对，赚，好，所以大概可能也都可以卖到3000块美金，大概就是那个几千块美金，3000块美金，这样也不得了哈。所以呢，你看到这边十几颗。那价值就不少。听起来容易，但钻石在掌晶过程当中呢，必须经过多次的品管控制。除了要将一旁黑色的多晶去除之外，另一方面必须汰弱留强。生长完成，经过修整，就可以看到像这样一整块正方形的干晶钻石。硬度可以到 D color， 起码可以切割成1克拉以上的钻石。目前实验室产出的钻石呢，约有一半作为珠宝饰品使用，另外一半则是作为工业用途。过去人工钻石主要的生产方法多以高温高压法为主，但克拉数小，品质不稳定，大多作为低阶的工业使用。由于化学气相沉积法 CBD 对钻石的颜色和硬度可控性强，生长速度较快，并且可以生产平板型以及薄膜型的钻石，在工业领域以及钻石领域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它全球里面发展这样子实验室钻石的话，台湾应该是更厉害吧？台湾我会当更厉害，因为全部的源头从这边开始发展，好，现在又回来这边，我们要开始从源头新的东西又开始发展，为了迎接下一代的半导体。
啊，所以现在跟我们可以竞争呢？竞哦，竞争我们的问题就是资金不够，资金太少，美国、德国、日本都在发展这个两英寸大的，对，哦，这个需要很大的资金，还有投资人有那个先见，可是现在我还没看到，欧美那边已经投下去了，台湾还没投。1952年，美国科学家利用气象沉积法合成出第一颗钻石，实验室钻石正式闪亮登场。2018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还将实验室钻石纳入钻石大类。就连全国知名的钻石商 De Beers， 2018年还破天荒开创出实验室钻石的品牌。根据全球钻石行业的报告，光是2020年培育钻石，钻石的毛坯量全球达到了720万克拉，中国年产能高达了300万克拉以上，占全球产能40%以上，但以高温高压法合成钻石。目前世界各国积极利用 CVD 法生产高品质的钻石，看重的就是实验室钻石未来在科技上的应用，钻石之战早已开打。因为从硅，从细材料，然后到下一个现在比较热门的碳化矽，应用到高第所谓的第四代半导体高功率的元件上面，那我们发现其实最终极的材料是钻石，最终极的材料是钻石，所以我们在目前最夯的这一个碳化硅的材料，碳化矽的这个材料呢，我们已经在前几年开始投入钻石的一个研发以及生产。这是我们的一个长钻石的一个设备，那现在开始，我们已经可以在我们的机台上面把钻石基板给它长出来的，然后这个将会是我们接下来那个应用到那个所谓的那个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封装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钻石微粉，这个是钻石微粉，这是 diamond 微粉，这个是一个钻石微粉，钻石基板。你的意思是说上面是这一片都是钻石，这一整片都是钻石哦。我刚还以为是钻石粉镶在上面，你知道吗？因为我这样子看的时候，因为你看它的那个表面的地方的话，其实是亮的。但是刚是亮的，但是你刚刚讲说这整个全部都是钻石啊，就等于是说这一整片都是钻石。是，这整片都是钻石。哦，这是刚从炉那个我们的掌晶炉出来，我们还没有经过我们研磨抛光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可以作为什么使用呢？哦，首先第一个。它可以做着散热用，因为目前的半导体，它的一个计算速度、计算的能量非常的大，它的比如说从大家所知道的28纳米、14纳米、7纳米、5纳米、3纳米、2纳米，所以在有限的面积上面，它要计算的速度跟计算的容量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封装要1层、2层、3层、4层，所以那些热都必须靠到有限的一个 device 来把它散热掉。可是全目前来讲，人类已知的材料就是属钻石，是最快有最高的导热率，有最快的散热率。不管是在磨料、生光产品、医学材料应用、航太科技，甚至在半导体工业。未来的量子电脑，钻石都可以作为材料应用。钻石硬度高，摩擦系数小，具有高导热性以及高电阻率，热膨胀系数小，而且还具有抗化学腐蚀性。从紫外线到红外线的光学透明度高，在许多已知的物质当中，它的物理、化学以及光学特性表现都最为优异。我们来测试一下钻石的一个导热率有多快？怎么测？我就是测试一下，说钻石怎么用钻石把冰块瞬间把它切开。好，你先帮我拿这个假的钻石，我拿一个冰块。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实验室看到那个金基板，金基板嘛，金种。这个是金种，所以你说拿着哈？对，你先拿着，我拿一个冰块过来。好。
有那么厉害吗？这是一个冰块，对。那麻烦你呢，把这个当作是一把刀子，然后从这个冰块这边缘这样切开来，这样子。就把它切下去。对对对，切下去。那要不要用力？可以，你可以用力，但是。怎么会这样？因为钻石的散热，这直接切下去，这很像在切豆腐哎。因为钻石是一个最好的散热工具，它把你的热体热通过这个钻石导到这个冰块的尖端，这样冰块的接触点。所以呢，不是你在切冰块，是你的热透过钻石。去把冰块给融化掉，这样。哎，这很像切那个豆腐，你知道吗？它放下去其实根本没有施力哦，它其实就已经下去了。你要这样子来，你可以抓大一点，让你的热增加一点。OK。然后你从边缘这样切划下来，从边缘划下来。边缘？不是，应该从边缘这样划下来。啊，这个尖端这边啊。哦。有没有？我看它就直接切下去了。跟他吃导壶嘞，所以它的那个导热性是很高，是不是？是。啊，可是他为什么又讲说它的绝缘跟那个隔热的效果好嘞？它这样子导热的话，真正的钻石是不导电啊，纯钻石是不导电，对，不导电，不导电。然后我们再把它加所谓的放入二极体的特性的话，它就变成半导体的材料。哦，它是不导电的，它是绝缘体。它是不导电的绝缘体，对。但是我们把一些导电的因子放进去之后，渗透到表面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半导体的材料。啊。然后它将它本身是一个最佳的散热、最佳的导热的一个材料，所以半导体所发生的热可以透过它带出来。哦。就你可以想象说你是一个半导体，对，那你的发热就如同发到这个纸尖上，它现在带了热，然后只要外面有散热的机制，它就可以让我切进去这样子。哦，这样。哦，啊，所以你可以，你这一块的温度，你光是一碰到冰块，就好像电到一样。对，就热。它其实是热导过去，对，但是它实际上它自己本身不会发热。它不会发热。就有一些的话，它是因为金属，它可能是这个载体它会变热，是，但是它不会，它是导把那个热导过去，哇，好厉害啊！所以我们常常又透过这一个实验来告诉我们的一个朋友说，钻石的散热跟导热是有多么多么快。现在目前最高的材料就是钻石。来来，俊伟，来，你来试，来试，快点，来，你来摸一下，你感觉一下，快点。你来试看看，我请我们摄影师来试看看，你就知道了。你手指头可以多一点，然后从边缘这样滑下去，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速度，它的刀有没有有没有像切豆腐，对不对？好神奇哦。我觉得最神奇的是，我本来以为就是只是我的热，就它的冰传上，我手好冰，对，手会冰，对啊，手会冰。所以它这个里面呢也是冰的，你摸它的钻石，你的热给它，它的冰给你，这个就是互相，它会互相转，它会转过，它传导过来，哦，所以它的特性是不一样的，对，它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变魔术，是利用了钻石绝佳的导热率，轻易的就将冰块给切开了。因为钻石具有绝佳的特性，所以李正明总经理从台北工专材料科系毕业后，创业几乎都和钻石脱离不了关系，而他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于钻石线。然后我们在差不多10年前那个 LED 发展的非常兴盛的时候，然后这些蓝宝石因为它是氧化铝的材料，所以它硬度很高，然后我们需要用一个更硬的一个材料来切割它，来研磨它，来抛光它，所以钻石是最好的一个材料，这样子。所以我们把钻石镶在这个线上面，
来做一个线切割。这个是钻石线，这是钻石线，对。这个就是俗称的那个钻石线。对，这个就是俗称的钻石线。哦，这个这档，我好怕那钻石直接把它打碎掉哈。这全部都是钻石啊。这个线茎跟这边全部都是线材了。对，线材。哦，这是线材。这个线茎跟人的头发的直径是类似。这么细啊？这么细。那上面镶满了钻石微粉的。哈，哎，那这个干嘛拿来干嘛用？你刚刚讲说要切割，线切割。我们用那个这个线，然后用高速的方式把材料给切下去，这样子。高速度。好。哈。那我们称它为钻石线这样。那它可以切哪一些东西？哦。只要是硬的，只要是硬的东西，钻石都可以切得下去。只要是硬的材料，钻石都可以切。像刚刚你讲那个蓝宝石，这个是蓝宝石，好，那也可以切。然后那个细材料也可以切，单晶细、多晶细都可以切。然后那个碳化细也可以切，这样。钻石线作为切割耗材，在太阳能产业崛起的年代。李总所生产出来的钻石线呢，两岸三地都抢着要，中国甚至寄出了高价想要收购公司，甚至还拿出了空白支票让他自己填，但他不为所动。没想到好光景仅维持了两年，中国本土钻石线业者迅速崛起，业绩大受影响，因此他开始思考着如何朝上游发展，生产原料钻石。于是他找来了严志学博士，一同创立台湾钻石实验室，着手打造钻石生产制程技术，并且在2018年顺利产出第一颗棕色钻石。而后每年制程与配方不断的精进，2021年顺利的产出了7.36克拉的白钻。台湾实验室钻石积极布局全球钻石市场的版图。那下一代再往下一个进程，它将即将可以应用到半导体上面，是做所谓的 PN 浆群的一个应用。嗯，然后再往下，我们还可以应用到所谓的量子电脑上面来使用它。这个目前有很多国际上跟国外的机构都在专注在把如何把钻石应用在量子电脑、量子计算以及半导体 P 跟 N 这一个制程上面的一个制造跟应用。其实我们现在想象当中有很多的科技的进展的话，其实必须要靠到第四代的半导体，是。另外呢，也要靠到这个钻石。对哈。那包含了您刚刚特别提到的有关量子电脑这一件事情，这些东西呢，它可能要必须要一起配合的上来。是。所以大家全部都在看的就是未来的一个第四代的半导体发展。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半导体材料，最好的散热材料就是钻石。未来这个材料即将要发扬光大了。